我靠，还有活人在吗？我看着有一个人挂机的感觉，人气一，开机就有人气，这人挂机吗？三雷，两个控我，他妈算神经病啊！我操！继续看。有那个统计胜率的吗？Hello， 哎，竟然有不认识的人进来，那开打吧。马上又跑了。让你秀一下。
件可以清掉，这条是第一件。不对，我应该把火放在这边，我操，别活下来，这也没什么意义。我操，还有这种东西啊。快点搞我啊。拐不拐吧？不拐白不拐。乖乖滚回去，还想揍我。我操，这什么鬼卡住啊。我猜会丢在这边，我猜。黑夜拐子王，我好，刚好可以杀我。Friend
过的情节没差别，从浓郁到无解的怀念，青春回忆为我们注解。庆幸在最后的年华曾与你相遇啊。I don't wanna think about your past anymore. I don't need you anymore. 你现在过得怎样？我不知道，只知道你对谁谁谁谁都一样。可我还是就像迷失在你的世界里，选刚刚好孤独，比被爱难以入睡。爱不爱还是你说了算，就算哭着说要离开我，依然没关系。开始说不不杀，却突然的沉默。我已撑不住，无法用借口让自己再停住。我们散了，散了，累了，痛了，不该从梦境里醒的。一瞬间的错觉，恍惚的让我成为了戒不掉的习惯。其实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我期待着，却同时也绝望着。等待云天降雨，希望掩盖泪水。你不是我的谁，就不再认识谁是谁的谁。我他又来钱了。
一二三四，好多稿。有些习惯不会偷懒，就像是旋木不停的追赶，有些慌乱不会转弯，就想知道你拥有了另一半。八费结束。唱，都想遇见，这样肯定要灭绝，可能会被双杀。他很明摆的，他妈的要搞事。也许是发了疯，病的是你还是我？两个空洞，铺垫了千万种，最后却更。住喉咙，你带不带种？这一幕突然感觉陌生又熟悉，曾经在哪里？这么机智。画面里有那时的我，那时的你。听见你说，想在你的耳畔深深呼吸，想在你的。如果杀了的话，我他妈的下次没机会去。被你抱在风中，静静的窒息，重叠在你影子里，想在你的耳畔说没关系，想含着眼泪说声来不及，想在你最后转身离开的时机。哎，没有，妈的，放的跟有一样，我操！
搞得老子以为他妈真的有设立时刻，我都他妈已经打算给你灭绝了，我操！这条路到底要给什么？很纠结。那次灭绝不用看，他妈的还演，我操，演你妹夫，真地方不是假地方。哇，买了树屋，不行啊，这样子的，嘿嘿嘿嘿，机智如我，你家没了。今生的天气，或许这样是最好的距离。憧憬总是很华丽。一二三四五。对照现实，却残酷无比。再见。哎操，怎么还差一点？家没了，相互都走在不相交的平行线，七被拆塔了，这打不死，不敢。过去的点点滴滴就让它埋在心底，成为永远都抹不去的真凭实据。我知道我们各种方面的差异，总认识这样彼此还愿意努力，我一直都看你拿头来追。再来一脚就没了。憧憬总是很华丽。对照现实却残酷无比。全球最后了。你必须拿晕来晕我，不然没了。相互都走在不相交的平行线。有没有活人看我的秀啊？一个活人都没有，操！哇，全都丢下来了。却无人能去听，几次。
那吃灭绝吧，兄弟。啊！珊珊，最近睡眠好吗？好久没跟你说说话，看到你签名里写着告辞亮的话，越活泼越难过吧，越洒脱越放不下。巴菲又没了，哈哈，承认后情绪总反着表达，几杯荒唐连续连把巴菲就没了。珊珊，我们放下电话，今晚让他被冷落吧，承认我们没有活成社交网络的样子，越活泼越难过吧，越洒脱越放不下，承认后情绪总反着表达，你想哭就哭吧，明天总要微笑啊，走着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，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，街角的酒楼醉倒，怎么又是陈红啊，我操，也不是下午那个人啊，哪有陈红这种人，拐弯 nice， 拐个屁啊，好像没得拐，哼，这边可以拐个弯，开局又送奖，操，每次打通红怎么老是这样子，这能活到五费，哎，这个应该能活下来，拖住一个，哇，又跑去上面了，引燃有空档啊，哇，双引燃，这边过牌，那这边丢两个火，反正他快死了，守不住了，这首歌快睡吧，拐弯，要不要再拐一次呢？
对，我这次拐不了了，没兵了。我操，直接杀了。知道最心爱的人的依靠，只有你的肩膀我想停靠，只是前一分钟无法代替后一秒，你的甜蜜还是妈的唇红，太恶心了，肉的一逼，每次都打得恶心的一逼，拆不掉。只因你的存在最重要，无聊什么时候变成对你打扰，其实不想在意你对我隐瞒多少，被越来越冷的心我能感觉到，倒数的幸福你不要，适可而止我却做不到，我孤单的夜晚你在谁的怀抱，你的温暖来自我破碎的心跳，倒数的幸福不治啊，好痛啊，好鸡巴恶心啊。好难处，放放这个狗啊，放有意义吗？放有意义吗？好痛，我只能这么说。而知我却做不到，我孤单的夜晚你在谁的怀抱，你的温暖来自我破碎的心跳，倒数的幸福你不要，被爱为恨的我怎么逃，付出了所有却没有解药，好痛，治啊，什么鬼啊，你在说什么，你是不是今天我打过那个熊熊，今天遇到过一个熊熊，是不是就是你啊，你在说治啊是什么意思，挑战我干嘛，挑战这种又没什么意思啊，你直接去天地打，每个人还不都一样啊，灭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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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恶心了。咦，好像不用灭绝了，那你直接在那个什么天梯的啊，那不是天梯，你去那个就可以了啊，去那个匹配的试一下，你感觉一下流畅程度，流畅那就可以去构筑了，不流畅那你就不用试了。说明是个垃圾卡组，就这么简单。荡过清澈的溪涧，任你在其间。每回十点，好恶心啊！忍不了，收掉。
好痛。你平时试也是这么试的。像我们是比较不缺的话，我是都是直接在构筑里面试。不让我搞他，这样我就搞不了他，打不死了。哎，我操！着实有点恶心。灭绝，有点恶心啊。全都是下了这些恶心巴拉的东西。把它宰了，好鸡巴恶心啊！略恶心了、啊。
凡是利斯克难不住啊。拦得住第一条，拦不住第三条啊。打不死啊。复制复制。后一轮是一轮。你傻子。那打开这个就很活下来。活着真好。没过牌真差。好难受，每次打纯蓝都感觉贼恶心。啊他妈，怎么还刷个小兵？我操！贼恶心，要干嘛？怕灭绝吗？好烦啊！他妈的春空好恶心啊！简直没有比这个恶心的东西的，这次必死了，趁了可以延爆的路过，可以延爆就行了。那不看了，死了，军团宰了，军团宰。妈，下次还有，我操！来准备灭绝这条路吧，我操！祈祷能把这条路直接拆掉。这么多不惜代价有利用。略难受。无限费。啊，是吧？这无限费不了。每一个可以灭绝的路都这么难灭，就很烦。那只能去东路了，后悔啊。操，为什么不把我傻子活过去啊？我期待他干嘛呢？真烦。我操，他不会要连续晕吧？不要这样子。
哇操，真的要连续运要，操你妈！下次必爆！哇操，我选无限费啊！那无限费可能会被晕了，就艾比了。比较稳，这样就不怕了，这样就不怕了。这边会不会被决斗？单胜利，我操！那另外一台太难了也好。还差两点。啊我操，我不应该打。啊忘了。傻逼，打的什么东西啊，我操，傻逼，本来这边可以拆掉了，我操，该挂的招又打错了。好了，我们不能打。这个有没有加过？我操，也有加过了。逆天呐，我操！差一斤啊，我操！啊，都是各种死的路。让他爆吧。他妈两个太恶心了，不灭不行啊！那丢下来再来这边无限费就可以了。这条路应该拆掉了。第一遍自己都死了，下次就爆，下次不爆，我只要守住中路就可以了。
又被锁了，我操！无限加，第七把恶心。那杀不死我，那准备无限费。那先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。先让他出牌，出完牌点个岩爆送他，那就差不多结束了。他这边守不住的，赢了赢了赢了，点个岩爆带走。不动吗？你啊，我操，不会还有吧？杀不死我。可是还真的杀死我，操！我感觉他要吼啊，我操！他还要吼吗？我操！还有一个，我操，还不能早点出了，别把我吼了，谢谢。那没了。他妈杀我一个人爽，操！他得把我秒了，但他刚才这边秒不了我的话，现在应该还是秒不了我。我留个岩爆去对付他就可以了。我操，吓我一跳！我要不要拐弯不够了？那么要不要跳下来呢？Fuck you. 你站在桥上看桥下风景，水面的蓝。没有，他如果能把什么直接冲来，我就输了。啊，不对，直接冲来我们平了。他是应该是没有决斗之类的东西的，有决斗之东西的话，他早就把我再决斗掉了，刚刚能决斗掉了。看他怎么抽。富士甲的宙斯，抱歉，我还留了一个，一点血用岩爆，我又反叛了。63了，好像还12级就满级了。
是吗？真的吗？我觉得我都挺好生的，我怎么又看到这种东西的啊？好吧。你站在桥上看桥下风景，水面前途很高啊！你没看到我这最近已经打了多少个五胜呢？打了很多啦，基本上都是五胜，好像就连榜不是，好像是，不对，今天就送了连榜，那是三榜。那你胜率如何呢？不说胜率，就是屁话，我基本上都是五胜。然后零干，经常零干一开局，我靠，这肯定又要干掉我。一个一胜，我今天好像不止两个五胜了，三个还是三个的，好像。我操，他跑到这边啊，要加工了，我天！他妈每次都是半期通路，这些人啊，我操，又中了，好烦啊，还不如放置下路去了。休闲的没用啊，休闲的肯定没分啊。啊 fuck！ 反正我基本上两三把就一个五胜，不然两三把就一级了。他那个不同级别的对手，他加的经验不一样的。有些对手这种比较垃圾的对手，他就只加20经验，但是有些比较厉害，稍微厉害一点，看起来比较厉害一点的，就有50经验，差一倍呢。我感觉他这边要是加是加，但是他经验肯定加的更少。fuck， 好难受。过牌吧，地狱链，下次可以地狱链掉。啊，西巴，他把他又秒了。我知道是加的，但是我说那个加的等级什么的都会少很多，明白吗？他都是有看那些去，我至少可以告诉你，天梯是明确的，是有差别的。这傻子他妈的，哇！这什么鬼对手啊，他全都低费的，也不用这样子吧，有点夸张了吧。全都要地狱链，再来几个地狱链行不行？我快分了，我操。死了就剩一个，这个东西就可以够了。中路范增。啊，我错了，这个放过来一个全杀，哦不对，现在还是全杀，还好，全杀，我自己也死了，可以接受。可以接受。他会不会给我过牌的机会？我感觉不会，他肯定会干掉我。我还是自杀吧，不要贪这个过牌。下一回有的是时间过牌。现在过牌，他妈的，他肯定干掉把我第三路也杀了。但是我第三路就只能过牌了，还行吧。现在就还能打一打。应该不会再来了吧？六分，你要是再火我，他妈就，妈的还是要干掉我，被取，就是不让我动，凭什么这么糊啊！我操，报警了，又来晚了，我天哪，这只有灭绝能救了，救命！我要灭绝他，灭绝，他妈血都不满了。这样子，我要灭绝他，
他应该是不可能再把我秒掉，所以我不用管选手的问题。地狱链。差异费呀、啊，大不了第三条路放生，先把第二个路那个宰了。能不能给我些时间，让我靠近你一点？灭绝掉，除非他还有，还有算你屌。他买了多少钱啊？没注意。不动是什么操作？丢个子，房子被人家杀了，没就只剩下一个潜选手，应该潜不到，就看他能不能干口我。是刚好被打了，哇，有三个雷，下一次三个的时候，三个雷把他带走，可以吧？斩仙剑，Fuck you！早知道先放了。我的无限费，我打个地链，打地链吧。干嘛？他不怎么不来？他妈是狗吗？什么？
么你还想我，是什么你还爱我，你装作受害者，我去热血快，你早已失去爱我的资格，先说离开的男孩没有兑现的未来，又回头又翻倍九块钱你都要，又拆一个东西又秒不掉，好烦啊，这四五下一回这个东西又来了，我操，恶心巴拉的，先说离开的男孩没有兑现的未来，又回头过去，这放三条狗来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操，有点像放个火，要不放个火，要不放个火，六点而已，那咱把这个宰了，哇这好心疼啊，不然行不行，不要，差十四点，下一回应该就直接撸爆了。爱杀不杀，随便你。不杀我就打雷。他五位想干嘛？不管。爱杀不杀，不杀拉倒。又不杀。啊，没过牌，好难受。我操！就摸到一次过牌，哦，两张，三张，总共三张过牌。有毒。三个怪一起蹲在这边，就欺负你，没有意义。
月食通杀，中路他那个守不住的。爱杀哪个杀哪个，现在已经进入无欲无求的状态。你在逗我吧，你在逗我吧。三对十八，这个可以打死。掉线大吧，他妈的，这混卡组也有暴君，你读吧。我家的过牌呢？我要分了。我也不到暴君了，我靠，原来是买完了，买完摸到个屁，这不叫买，这不叫摸到，这是硬买的。应该又是用这个来打。血太厚了。血太厚了，干！没跳刀。OK， 撸掉他，他肯定没办法杀了。教他什么叫做无限费。再见。我差点点没一个刀啊。来个有用的，快！嘿嘿，抱歉，无限费就是屌，嘿嘿。虽然我没摸到过牌，但是我还是赢了。
看五胜，你看这个人就40点经验，你看之前我的都是20经验，他是不同级别的对手都有不同级别的分。所以你去休闲打是肯定是赚不到多少经验的，休闲的一般都是那种比较菜的，所以你本来就没什么分了，而且天地里面也有那种很菜的那种，就你明显看到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他都没花钱的那种卡组嘛，不是那有些那种很便宜的卡组，他但是他那个是有钱度的，但是有的些那就是他妈的凑数的。啊，没有活人我就不捡了，浪费我力气。这个吗？你这个经验是他妈的都会加的，吧？但是这个他是技术评级，他两个钱都不一样的，肯定跟 NNR 不一样。你知道什么叫做隐藏分吗？隐藏分就是炉石嘛，我们在登顶嘛，有时候会那种一万名的打那个前一百的嘛，那然后那个一万名的打那个涨的速度涨的是，比如说几千名，但是一百名的你涨的会多少？甚至你赢的都会掉分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隐藏分。像那种你别打别的游戏嘛，就是说怎么说啊？就是说你平局嘛，你还反而扣分。这你明白了吧？他这个就是类似于那种天梯，但是他肯定不是天梯的，但是肯定有类似的那种机制的。说白了就是这样。哎，他怎么没卡呢？他卡上了，算，你这边吧。我操，他放在地牌。你这样我就看情况，地狱链了。现在地狱链可以赚下一条狗命，但是没什么鸟用。个人感觉，那就断了，不断了。这个可以留着下次，反正打不完了。对，不是打不完，就是说打得完了。他火放在这边，但我还是会来这边。我兵有点多啊。跑去第三条路，回击个屁，七倍呢？回击我也不怕，说实话，我打蓝色内战，我基本上不会补很多，除非我知道他不大可能会有 AOE 的那种搞我那种。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，杰克他也属性很魔法，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，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，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，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，小红帽要建议治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，总有一小蜿蜒还不如地狱呢，叫我第一呢。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，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，开看他有没有第一点，这种情况可以第一点的，哇复制了，算好，他没有第一点，下次可以安心了，除非他刚好摸到就认了。
趁着早期人撸赶紧撸他，明显没有地垫就赶紧撸他。我操，又跑了一个来，那这边就不可能 AOE 我的，这边我自己 AOE， 赶紧把他撸掉，他妈的这个东西恶心。然后后面点很大，他已经演了一二三费四费五费三次了。说实话，为什么陈一发被干掉了？我觉得陈一发人挺不错的。他还是没有用。继续，趁着他没有用，赶紧趁虚而入撸他。然后他这张刚好抽的是 AOE， 我一口老血喷出来。嘿嘿，果然没有。他妈的一直要苟活着，我操！他没有 AU， 赶紧撸他！撸他！看能不能早点一点一点的 AOE， 我操，这么多一点的，来两个隐藏行不行？来两个隐藏，我带他们上天。全都要死，都猜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就等一个 AOE， 不是，等一个研爆，拖到研爆回合就行了。策略就是拖。要把它收回来了，好吧，收不回来了，没了，混蛋，残害我的卡纳。啊，能不能给我一点 AOE 啊？我知道你要死了。这样我不亏，爱怎么打怎么打。还是灭了，看这是血钻。继续撸。操，这么多锁。哎，不对，我应该换过去，他妈把它撸掉，把它送掉，不是撸掉，说错了，看他能不能宰我。我们的目标打雷，好烦啊。完了，现在肯定还有第二个雷。
哎，我复制，他先手的话，我他妈会没掉。重点是这个问题，你没有，你就知道他妈有，全死了，让他下回要全死。Yeah， 都是彼此互相伤害。我操，他活下来了。不是吧，他妈的他还要活下来，我操。嗯，有点恶心。用不上了。我要全都撸掉，全都撸掉的话，那十费城三个杀戮就是为了打内战啊！现在很多都有过牌啊，看我他妈的一直被撸，撸得很嗨。我要到十费城用这些啊！他要是他妈的下回再，嗯，而且我先把他打死一个就好了。打不死啊，大哥！别欺负我上书吧。又复制啊？最近这么能复制吗？现在的目标就是撸掉，一路研爆。还有月食吗？没了吧，应该没了。打了两个他们还有就爆点了，他为什么要跳到第一路呢？不能理解。我操，他妈就为了恶心我吗？放个火在这边可以，可能搞掉他们。就这边位移来位移去，可能就把他位移掉了。打不掉的，真傻逼吧？月食这样子用，我操！好吧，杀了，牛逼，硬杀。这条路给你也有何啊？我又不等，还就不打算要这条路。哎，我路掉，找到另外一个这个东西。这边有没有可能拆掉？我操！一张、两张，至少可以把这个搞掉。妈的，凭什么东西？凭什么他妈这个被动他妈的连对这种被动都没有用？干！贼鸡恶心。
是一种怪事，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，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，为你我做了太多，我感觉我自己傻，算了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我可以拆掉一条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，我忘了说灭绝很明白的灭绝的意思，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，他万一有很好的手牌有可能赢掉，因为我都会一直被锁，看他妈的这个东西被锁了三轮，完了，操，看好这是这个，那剩下的词典怎么打出来，剩下的十点怎么打出来呢？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，反正只要他没有无限背就撸不了，他要灭绝啊，好，灭绝了，哇塞，还拆不掉，这么 low， 还灭绝完这条路我可以拆掉，拖我的回合啊大哥，我拖三回合，我操，拖三回合才能研爆，不然其他打出十点的办法很难啊，秘诀，把灭掉，可以无限费了，他还有一个灭绝，十六张牌应该摸不到的可能性比较高，我直接开的，直接撸到的嘞，那这个引爆，打两个雷能打死这些 B 吗？不能，他妈的三个。打三个雷才能行，要赌三个雷，要稍微赌一赌，不然他妈都被锁了，他妈打不出去。下一次肯定有秘诀，对啊，所以要复制啊，要把他打死啊，不然我伤害很难凑出来了，先把他打死，不然就要拖两回合，还是拖两回合，他妈的拖两回合太容易出事了，哇靠，他没废了，他打八十是不可能的，不现实，现在我的目标就是拖出二三，他
跳都不跳啊，老子电死你，复制一次不难吧。你敢不给我复制一个？嘿，这样应该能拆掉了。哇，又复制了，哇，这个无语了，我操！一张牌子。全死了。抱歉，再走。你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不要。真奇迹贼。牛不牛逼？你看40点经验，这货就经验稍微高一点。看，这些都是没有梦想。我、啊、操，他两个，只要复制一个都可以啊。没有一个我就拖嘛，反正我也能建立很大的优势，就是三个厕所。还是很屌吧，我就是如此屌。多了一张机，哇，赚了两张，美滋滋，看来我终于运气来了，赚了30块钱，应该是的，是不是？胜利时刻好像是差不多30。然后那张金应该也值点钱，这个垃圾，这个应该不值钱吧？一天还打这个游戏还能赚个100块钱，快点 ，Artifact， 快点火起来！我卖卡就可以过日子了。红色的没什么好玩的，我其他卡组我都试过了，我决定不玩了。我就要像昆特那样，我他妈的就是一套。像炉石我就玩奇迹贼，昆特我就玩间谍。这个游戏我就是要玩纯蓝，看着我，10有8 9纯蓝一辈子，玩到玩不动为止。好，这个是送经验了。你们一会儿注意看一下，这个人的经验肯定是不足40的，应该是低于40的。我之前有排过好几次，都是那种20点经验的，这个人应该也是20点经验的。他是有按难度来给的，就是对手的隐藏分。确认。
干着。每天他妈开局卡纳死掉，每天开局卡纳死掉，撸他，撸他，好像时间也有一点点关系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关系。靠，还要决斗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真的有决斗。哇，这两个东西实在点一回合受不了。我该不会要被这种穷人给打死吧？我需要一张地狱链。别说他妈这张过的是地狱链。对啊，我今天经常那种三英雄开局死掉，然后下局下这个马上又被杀掉。我昨天有一个五杠零就是这样子，操，真的是恶心。开局三个都是一上了。都死了，他一个技能都没用过，一个技能都没用过。那下一回我出来这个，他两个绝对把他打死了，一口老血都喷出来了，我操！对啊，连补完都没有，那前期优势很大，万一他糊得够厉害，我也是可能输了。操，打不死他，没怪，怪都上哪里去了？我操！打他又没用，换位又没用，先留着吧，下次再拐个弯。换位可以换换。啊，不对，这个可以放狗啊，对，这个可以放狗，其实也可以不放，换位吧，万一赚一张卡了，假货。这蓝盘的这个复制真的是很奇怪，他妈的，前期一直不复制啊，什么什么各种。乱七八糟问题，这样子吧，欢迎来第一练呢，第一练个屁，看不见，哇，三个一条，第一练，我带他三天，第一练，第一练，我要第一练。都没有一根，一二三，可以放狗了。摸摸看有没有地狱链之类的东西。血赚啊！不过他妈这样子，我这个也会死掉。要不忍着？这边放个这个。那这边呢？关键灯都没看见吧？要不就地狱了吧？地狱链吧。死了就死了吧，他一个拍拍熊而已，怕个毛，是不亏啊。那你可以考虑更赚啊，如果这放下去，我也是能清掉的。这个就可以杀掉他，除非他这个是加血。啊，收回去了。那这个怎么办？
放狗只有一条，单身狗，这边可以杀他，这边可以救命，打，单身狗要打，这单身狗放起来不亏啊。好，就只剩一条狗命，打四点不错，可以接受。这他妈的，这个卡组没有半个这种东西的，太缺过牌了，还是要过牌了。还是在这条路，月食三点打不死，又来一个地卷灭绝，都是不可能打的。我操，你他妈的是狗吧？准备打灭绝，准备打灭绝。灭了灭了灭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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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操，不想灭。能不能不灭了，操，灭起来有点不爽。月食，可能是我给的还不够。那这条路呢？人的故事太悲，根本没人懂。我不奢求加血，你能够力量。哎，下路翻斗看不见吧。这边就挂地路吧，就这边挂着吧，或者放两个狗，然后下一回地链掉也可以接受，再放两条吧。哎，四条，哦对，这点直接受伤了，换了。下回考虑地恋，全都是副甲。每排一个，两个电全都打死。加血吧，这人节奏刚好死了，我操，还要活着。
追条狗，请个牵手也好。这两条路要被拆掉了，那只能每条一个，用处不大。他放错了，他应该这个在这边，这边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条路肯定没了。第一件可以直接杀掉。这个也可以直接杀掉。我的声音在笑，泪在一道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，世界若是那么小，为何我看着他肯定是爱死经验，你听不到，会很会伪装我爱死。看经验就是有差距的，65了，差十级了。走的伤心，你还是温柔给我婉转的距离，我的声音在笑在抖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，世界若是那么大，为何我要往你无处逃，我的声音在笑，泪在飙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。我不知道他这个急是因为什么我升得这么快呢？因为我太甜了。你听不到，你听不到，你听不到。我操！这他妈的！这个肯定也是，哦，还是火猫，这又是什么睿智的平台？我看一下，冲击统帅肯定也是个很菜的对手。他班的小兵，病人变态吧！我操！看一下这决定怎么了，他十有八九会放在这一条，十有八九是在这条，看那就 看运气排到哪个了。 fuck， 这还拐弯了，我这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过分了。不要把我拆了门啊，不要拆我门，只要不拆我门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实话，不拆我门我们都是好朋友。不要拆我门啊，吓我跳，活下来活下来活下来。艰难的苟活着，
一血也是血。我操！还差一点、啊，有点痛啊！我操，地狱练不了。我复制啊！我操！我操！我刚他说他有他有点菜哎！我操！我要被锤爆了！这傻子他这边为什么我拐弯了？我操！完了完了完了！三路全崩！这样，可能这个换过去比较好点，应该能活下来。妈的，这个都缺两点，我操，好难受啊！那搞个月食什么的。